回家了。家乡依旧是那么的美，让我一路陶醉。想起小时候的味道。未来常相伴，健康假蔓源。百玉冬面叶。十多年来，我们欣喜地看到他、他还有他们始终选择假蔓源。百玉冬人坚持用心做好面，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肯定。走进百玉冬，洁净的厂区，充足的粮仓，崭新的设备，处处显示着百玉冬人奋发向上的干劲和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。周围麦田郁郁葱葱，生机盎然，这就是著名的假蔓源麦场。从产地、土壤、温度、湿度、阳光五大重要的保障，孕育出筋性与韧度俱佳的小麦。优质原料融合现代工艺，成就了假蔓源的领先品质。产品涵盖雪花粉、特一粉、特级麦香粉、富强粉、超级麦芯粉，口感独特，麦香醇厚。面条系列涵盖龙须面、手擀面、鸡蛋面、爽滑面、原味面、刀切面、麦香面，柔韧细腻，易熟耐煮，口感好，无可挑剔的品质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。多地大型超市商场设立了假蔓源专柜，销售网络不断延伸，源源不断输送到全国各地。百玉冬坚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，严格按照标准建设生产车间，引进高端的检测设备，严格按照先进生产工艺标准流程，采用全封闭无尘面粉自动生产新工艺，确保了产品品质安全，建立健全了质量管理体系，并通过了 ISO 9001认证。年轻务实的领导团队，以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，紧跟时代步伐，瞄准市场风向，带领企业在面粉行业中脱颖而出。在近几年的发展中，快速步入了现代化企业，在现有国内最先进的工艺流程制粉生产线四条，日转化小麦1800吨及挂面生产线四条，日产120吨的基础上，山西和顺、河北邯郸、河北邢台制粉挂面建设项目已破土动工，在2013年相继投产，届时可达到日转化小麦4000吨、日产挂面600吨，生产能力将大幅度提高，进一步发挥假蔓源优质原粮的效应，让口感香醇、安全营养的品质好面更多的进入消费者的餐桌，回报社会，造福人类。以科技求进步，
以质量求生存，创品牌求发展，讲诚信，闯市场。百裕东人正是凭着这坚定的信念，赢得社会的肯定。一个个荣誉见证我们前进的力量。不甘平庸的百裕东人从未停下过前进的步伐，年轻有为的企业领导者踌躇满志，身先士卒，潜心研究市场，为企业制定科学可行的发展规划。在大力引进先进设备，积极吸纳优秀人才的同时，聘请专家教授担任技术顾问，确保产品品质安全稳定，为员工创造有序的工作氛围，激发员工积极向上的饱满热情，让最优质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。企业发挥出最大的潜能，规模成倍扩大，产品档次提高，管理再上新台阶，品牌价值大提升。假卖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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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余年的品质追求，造就了消费者最信赖的品牌。良好的信誉来之不易，百裕东将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，以更优美的品质，更健康的产品，让消费者走进安全、营养、健康、美好生活。未来常相伴，健康假卖员，百裕东面业。